好的，我再次感谢我们的不羁小姐来到我们现场，然后到我们的特别嘉宾，谢谢。那我们在 BB 秀合作过非常多的歌曲，那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嗯，对。对，那我们节目呢，我们的制作团队非常用心哦，收集了全球性哦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提问，我们整理出了 Top 5的 Q&A， 就是关于我们两个的。为什么？我讲得很不清楚吧？反正因为很多人想要问我说我们到底怎么样之类的，不知道。那我们整理个问题，来，我们开始大荧幕。请问李子森最欣赏杜欣欣什么？都非我莫。你欣赏我什么？他立刻放荡。不行，你那个讲过了，我没有讲啊，我今天没有讲啊。之前有讲过啊，他们都看过。有讲过了，不给过。在过去的这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曲。那我认为经典，还有他的态度，他很认真，以及他对音乐的执着，都是我们永不共，甚至他的功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他学习。那我觉得不管是你的个性、你的态度、你的实力，都是我非常欣赏。天啊，你好震惊啊，我好不习惯。我平常不震惊吗？有吧。来，第二题，讲完了。问都反过来了，你最喜欢最不是喜欢我最欣赏我什么？你有等等啊。不是人身高，手长脚长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这又等等，欣赏的等等。没有啊，其实刚才子森讲的那些，我觉得在音乐上他有很多他自己，比如说他在对于编曲啊，就是整个音乐性的曲风上面，我觉得算是跟我有蛮大的不同，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欠缺的地方。对，所以不知道，我觉得他这点很厉害，对，是让我觉得我需要去加强的部分。嗯，很少，就是应该说我碰到的合作的对象很少像这样子的。上一个合作对象是？上一个合作对象？很多吗？是很少。好了，给过吗？还行。那个单位说可以。开始。加一点，来。请问你愿意在一起？来，请下一题，谢谢。下一题，赶快。请问你们愿意跟在一起，跟你们可以在一起有什么不同？这个问题是谁设计的？出的。出来，来台上解释。保证不打你。保证先打通。好，可以在一起吗？可以啊。你们现在不就在一起吗？我们在一起唱歌啊。我干嘛呢？那我们现在真的在台上在一起吗？对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什么时候的？我那个智慧姐，你跟台湾最富的。可以吃饭吗？不要戴口罩哦，不行哦，不行戴口罩哦。那我就敢呢。你们敢，我们就。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今天不到，你不是。
我笑，好可怕哦！Oh my god！ 哇！我吃多一但是很疯狂，我们不要，我们没有错，实力可以这么疯狂。啊！嘉怡，有啊，刚刚我们邀请了台湾最红的夫妻，秋葵姐跟姐夫，白姐夫，这么的知名来到我们现场，为我们示范了一个疯狂的霸式热舞，是一定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来下一场，有啊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